灵猫，第一见你我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想和你就这样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过完这一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网红古奥巴世纪婚礼曝光，哭念誓词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拥有900000订阅的美食 YouTuber 古娃娃20号和交往6年的男友喵喵举行唐哥国世纪婚礼啦。吉娃娃黑娜古娃娃频道追着追着藏进人升格成喵喵，现在又升格成人夫，还是会不小心看中吉娃娃呢。这场浪漫婚礼，阿迪、弟妹、白痴公主、金针菇都是座上宾。古娃娃先是在户外证婚，室内宴客完毕，晚上还有游艇派对，顺便庆祝3月23号的生日哦。爱的过奖！Oh my god！ 爱的过奖！爱的过奖！爱的过奖啊！爱的自己的宝贝女儿，灵猫。第一见你我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和你在一起的这6年，我觉得一点都不久，因为空中吵架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可是我认识的脾气最好最乐观的人，搭配我的坏脾气真是刚刚好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的体谅，无忧无虑的过完这一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请进场。哇哇，你的玄冰不是，是喵喵拿着香氛蜡烛来找你了，意图使人重温爱的迫降呢。原本以为会这样喊下去，结果大合唱神来一笔。其实啊，小两口是从交友软体相识的，没错，单身的你各位请不要放弃希望，勇敢往右滑吧。认识以后就经历了一起念书工作还有创业，我从小就是一个网络的成瘾者，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网友，然后你是我第一个见过单独出去的网友，然后就遇到了你。